洛洛，你又耍什么花招？你们太恶心了，不要问我了。祝你和查查幸福。提示一下，就是这集没拍好，第二集剪辑的肯定大卫哈。走吧，查查，我带你去看嫂子。哥哥，嫂子长得好看吗？你最好看。陆晨，他是谁？他是我的表妹，来咱们家住几天。哦。表妹，呵呵，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？妈妈说，怎么可能是他表妹？渣男绿茶。绿茶这个东西真是令人讨厌，世上的好男人那么多，非要拆散别人的家庭。查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吧。谢谢哥哥。陆晨，我不做饭了，我懒得做。你说你做过饭就懒得做，真的服了。我和查查去外面吃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你为什么要把他带进家里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表妹想来这玩几天，怎么了？一口一个表妹，谁知道她是不是你表妹？妈，我怀疑陆晨出轨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明天早上我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妈。我就说一下你吗？干嘛这么小气？英英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来了，哥哥和姐姐才吵架的。查查，不怪你。嘿嘿，就知道哥哥最喜欢我啦。他不给咱们做饭，哥哥带你出去吃，怎么样？好呀，好呀。哥哥，前面的那家店好好吃的，咱们去那家吧。好的，未完待续。哥哥，是不是超级好吃？嗯。HHH。该回去了。好的。走吧，走吧。真恶心。陈若若，我们回来了。人呢？他们应该回来了，去看一下吧。我们回来了，饭我已经做好了，你们如果吃过了的话，不想吃的话就不吃吧。那我们就再吃一下吧。哎，快吃吧。吃饭过程省略。我走了。真服了。锻炼一下吧。美女锻炼中。不然我们去游乐园吧。可以可以。那好，我先去换下衣服。
我换好了。怎么样 ？Boss， 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茶茶，你也换一个吧。好的。再给他挑一个金星的绿色。这个还差不多。我们走吧。快走。我来开车吧。男主有点菜。走吧，走。呵呵，夏洛洛竟然敢跟我抢陆哥哥。陆晨好久都没来这了吧？嗯。哈哈，你来追我呀？洛洛，慢点。奥斯，他叫我小明了。陆晨，快来做热气球，晚了就赶播了。查查，你先别来了。好，好的，姐，姐姐。来呀，陆晨。哎哎哎，我还没上去呢。哈哈哈。好笨啊。狡猾。啊，救命未完待续。嘿嘿嘿，老公来了。没想到你接的还挺准的。那当然了。哥哥哥哥，查查肚子疼。一会儿一会儿。嘤嘤嘤，哥哥，你怎么不管查查？什么？你刚才说你肚子疼？查查哥哥错了，我等你休息吧。夏洛洛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就知道哥哥最疼我啦。那当然啊。查查，你没事就好啊。问问查查没事。陆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难道没有脾气吗？白查查，你来这里捣什么乱啊？明明我才是陆晨的女朋友，
我打扮的再好看又有什么用？白茶茶，我记住你了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呼。白茶茶，你给我滚出来。嘤嘤嘤，哥哥姐姐凶我。陈洛洛，你 TM 是不是有病？茶茶正肚子疼呢，你过来骂他干什么？哼，我有病，他是装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白茶茶，你出来一下。你个真人想干什么？啊，闭上嘴巴。你不只是陆晨的表妹吗？为什么要和我抢她？呵呵，我虽然只是她的表妹，但是我想得到她，毕竟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呢。你果然是前后两副面孔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告诉陆晨。那你看陆哥的信，我还是信你。陆晨其实白茶茶是前后两副面孔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嘤嘤嘤，哥哥人家没有前后两个面孔。行了，我相信茶茶，你走吧。你们可别后悔。我们可不会后悔。陈洛洛，你想耍什么花招？陆晨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爱我还是爱他？我爱茶茶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奥斯，我才不会那么傻的去死，我也不会整容，我就会等十年后你来哭着求我。没想到还真跳了，管我什么事，爱跳就跳。嘤嘤，哥哥姐姐都是因为我才跳海的。茶茶，你太善良了，不用管他。走吧，回家带你继续休息。好呀好呀。呵呵，陆晨啊，白茶茶，你们俩一定会后悔的。在这小木屋生活十年后，你会看见不一样的我，并且还会看见我身边的另一个男人。哎，就不明白了，那个白茶茶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再说了，自己明知道只是自己的表妹，还要去勾引人家的男朋友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让我自己这样孤零零？白茶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宝贝，那不是你的前男友吗？啊，这位先生，你好像和我的男朋友撞衫了。啊，我。Boss， 陈洛洛怎么变得这么漂亮？宝宝真的好气。
别气。好。哎，如果当年我们没有分开，我也不会遇到你这么好的男人了。是吗？原来在宝贝心中我的地位这么高啊。嗯。为什么心中有一种无比痛？完了，哥哥又动心了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别来烦我。哥。你在这等着吧。好，好吧。陈洛洛，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分开，你也就不会遇见那个人了。他们在那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来干什么呢？洛儿，我后悔了。这位先生，我们好像不认识，你好像有女朋友，嗯，我们不合适。洛儿是我呀，我是陆晨。嗯，陆晨啊，当年的那个渣男呀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错了好吗？陆晨，请你清楚，我男朋友现在在旁边呢，请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。可是，没有，可是，这位先生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，我们还有事情呢。为什么？陆晨，我希望你听得懂人话，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不需要再胡搅蛮缠了。嗯，都怪当年贪心的我。爸啊，爸啊，哥哥你。陈洛洛旁边那个男人公司在哪？在 XX 公司。宝宝，现在我回公司吧。好。呵呵，宝贝，你被骗了。因为那个中文版音箱没有这个惩罚的东西，所以给女主的装扮换了一个哈，一会就换回去。告诉你，陈洛洛做完这个惩罚，就必须去做那个惩罚，把这里的所有惩罚都做一遍，要不然你的小命可不保了。顾雨辰，我恨你。顾雨辰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哈哈，陈洛洛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真以为这个时代谁都会那么有好心？我终究还是输在了爱情上。呵呵，我现在就给陆晨打电话，让他来亲自救你。他不救，那我也就没办法了。未完待续。朱一，因为上一个男生太爱了，
所以把南省换成了板障。哈哈哈，陈洛洛，你就等着陆晨来救你吧。现在就打电话叫陆晨过来。谁呀？是我，赶紧拿钱来救陈洛洛，要不然他的性命不保。什么陈洛洛？我现在就来救你。哥哥。陈洛洛，等我，我来了。顾雨辰，你快放了陈洛洛。你说放就放。别给我废话，钱给你带够了，赶紧带我去找陈洛洛。好。陈洛洛在那边的那个房间里，自己去找吧。洛洛，你没事吧？陆晨，你来啦，快救我。好。顾雨辰，你快放了陈洛洛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给你带钱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洛洛，你等我们一下，顾雨辰，你出来。我看你要干嘛。啊，呵呵，干什么，你说呢？说吧，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帅哥教育孤玉陈种。还敢不敢？不敢了，不敢。哼。洛洛，我带你回家。好。顾雨辰，这是被我打趴了。嘿嘿。未完待续。顾晨，我没想到我那样对你，你还敢救我。哈哈，我带你们出去吃饭吧，你该饿了吧。嗯，哥哥，你为什么把这个贱人带回来了？白茶茶，明天你就回家吧，这里不收留你。可是哥哥，人家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呀。我们分手吧。什么哥哥，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和我分手。你家就在这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我说分手就分手。好吧，我不会再烦你。二舅，我把你闺女送回来了。你们不是情侣吗？分手了。住。赶紧去找洛洛了。露露，走吧。行。嘿嘿。来吧。
这女主咋不按套路出牌呢？好吃吧？很好吃，走了走了。等等我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快走快走。洛洛，明天晚上我们结婚吧。哎，这有点突然，不过好的。最爱老婆啦。嘿嘿。洛洛，你快去换婚纱吧。你也换吧。OK。把这个当婚纱吧。我期盼的一天终于来了。下面有请新娘入场。哇塞，这太美了吧。对呀对呀。新郎真有福。陆晨，我来了。请问陈女士，你愿意嫁给陆先生吗？我愿意。那请问陆先生，你愿意娶陈女士为妻吗？我。不能让那个贱人得逞。他不愿意。这谁呀？不会是来抢婚了吧？9494。来查查，别得寸进尺啊。我才没有得寸进尺呢。这人比新娘丑多了呀，赶紧下去吧。就是也不看看人家新郎新娘多好看，自己比得起来吗？那位穿绿裙子的女士，如果你没事请离开，打扰婚礼可是不尊重的。对呀、白查查，你快走吧。你们这群贱人，给我等着。我们等着就等着，谁怕谁呀、这人长得这么丑还有脸来结婚，啧啧啧。为什么他们都骂林洛洛，你这个贱人，等着。对不起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走吧，宾客都走光了。好。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家吧，这样白茶茶就找不到咱们了。我很期待新家长什么样呢。就是这里了，坐电梯上14楼吧。好啊。别离我那么近。真烦人。你说什么？呸，没什么。完了，不小心碰到了。走吧。
睡会觉吗？嗯，好吧。这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，好好过。草率完结。相刊第二季的舍舍。